和杰布迪米玉婷9月28日2018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7轮在各队主场战罢，排在积分榜前两位的华泰证券江苏队和国旅联合厦门队相遇，两队各胜两局，主将詹米玉婷完胜柯洁，江苏队拿到两分扩大了领先优势，主将詹连笑不敌范韵若，排名第三的苏泊尔杭州队意外负于上海剑桥学院队，主将詹谢尔豪胜韩国外援申敏准，天津四剑对胜浙江昆仑队，主将詹妥加西胜辜子豪，卫冕冠军中信北京队小胜江西斯特九队，主将詹李日师傅金豪，但积分垫底的衢州巴格斯队战胜了龙源名城杭州队，主将战师月胜姜维杰，民生银行北京队小胜山东景之秋叶队，主将战两元各胜杨鼎新，成都一景控股队小胜重庆爱普地产队，本轮只有两名韩国外援出场，李氏师傅丁豪、申明准傅谢尔豪。17轮战罢，华泰证券江苏队积42分高居榜首，领先第二名国旅联合厦门队8分，天津四剑队两分优势反超苏泊尔杭州队位列第三，衢州巴格斯队虽然拿到了久违的三分，但仍还在积分榜末位，联赛第18轮将于10月8日举行，今年围甲联赛共26轮，第17轮全部赛果如下，华泰证券江苏队2-2主将胜国旅联合厦门队，黄云松赴州瑞阳米玉婷胜柯洁主，童梦成赴彭丽瑶，快赵晨宇胜范韵苏泊尔杭州队2-2主将赴上海剑桥学院队，李钦成胜廖行文，快联校赴范韵若主，河阳赴李维清谢科胜胡耀宇浙江昆仑队1-3，天津四剑队周贺喜赴孟台林申明准赴谢尔豪主，张涛胜唐维新，快蒋奇瑞赴王泽锦江西斯特九队2-2主将赴中信北京队，杨基恩胜蔡进谷子豪赴陀加西主，李翔宇赴陈廖烨，快许家杨胜韩一周衢州巴格斯队3-1龙源名城杭州队，中门进胜乌光亚，快李世石赴丁浩主，黄新胜刘西湖玉涵胜夏春坤，民生银行北京队2-2主将胜山东景之秋叶队，陶欣然胜陈子健十月胜江雷杰主，孙腾宇赴一林涛沈佩兰赴范廷玉，快成都一景控股队2-2主将胜重庆爱普地产队，马玉超赴古力，快廖元鹤胜杨鼎新主，古林毅赴谭校长，一飞胜李轩豪，